とう。ハロー、大家好、我是イクラオス、どうも。好，那我们今天也一起学习五十音吧。大家知道吗？我们已经学了三十个字了。大家会讲吗？一起说看看。啊、い、う、え、お、か、き、く、け、こ、さ、し、す、せ、そ、た、ち、つ、て、と、な、に、ぬ、ね、の、は、ひ、ふ、へ、ほ。到这里。越来越长了呢。如果大家还没有学这些字的话，我有放连接，所以首先学一下，然后再来这个影片，五个字五个字的学下去吧。嗨，那就开始今天的五个字的学习哦。今天要学的是ま、み、む、め、も。ま、み、む、め、も。这个五个字，这个五个字学完了之后就结束。第一个字。嗨，大家知道这个部分，这个部分的日文叫什么吗？这个应该台湾的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对啊，頭。嗨，然后这个阿甘他我们已经学过，对不对？然后今天的第一个字就是这个ま、ま。ま、OK。那我们看一下怎么写哦。はい、開始哦。一、二、三、这样子。来自。一、二、三、はい。一、短一点。然后出出来三。这样子。嗨，我们看一下这个的注意的点。这个注意的点就是上面的比较长，然后下面的比较短ですね。然后我们之前学ほ的时候，上面是不可以凸出来，但是呢，这个ま的话一定要凸出来ですよ。那边ですね。这里一定要凸出来，然后さ左上角右下角这样子。下去，然后左上角，右下角，这样 ，OK， 嗨，这个叫做ま、ま、ま，那就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字，嗨，大家这个地方叫做頭，对不对？頭，那就这个大家知道吗？它这个地方耳朵ですね，日文就是这样，耳。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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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はい、两个都是一样的字，就是今天的第二个字，就是这个耳、耳、耳。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耳怎么写。はい、行きますよ。一、一、二、一。一，然后二，左上角一，一，然后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咪，那注意的点，这个首先是短短的，这个下来之后，这边稍微的有幅度ですね，不是马上直的，稍微的有幅度，然后便是这样。这个不是完全是这样，这个地方是哦，这边也是斜的下来，然后这边也是跟这个一样的呢，斜的下来，这两条就是斜的斜的 ，OK， 这个叫做咪咪咪，嗨，那就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字，大家知道日文的昆虫怎么说吗？はい、这样。
虫虫虫虫し、はい、すぐし、おめんちんしゅえごおめんな、第三活助数つぐむむむ OK? なじょ、おめんない会社ぜましえよ、大事なじびらいよじょ、いし、にい、さん、大事を1、2、3タイツーカンカン1、2、3なおめらんかいしゃつぐだ注意だでん首先是つぐすドワンドワンだ然后大家想起来写すだすほうですね如果是すだファつぐす直接往下去对不对但是無的話那邊這樣子ほ下去然後往右邊去然後往上去然後点ですね這個叫做無無無はい那就看一下我們的第四個字大家知道這個地方叫什麼嗎はい這個地方叫做這樣目目目眼睛ですね眼睛はい这个就是我们的第四个字目目目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写哦1 2 1 1 2 1はい1 2好那就这个目的注意的点大家发现了吗这个跟ぬ很像对不对ぬ的话这个是卷起来但是呢目的话直接过来之后帅这样所以呢基本上其他部分是ぬ一样但是呢这边卷不卷的问题ですね这边要凸出来，然后这边是这样子，这个叫做目目目。OK， 第五个字，大家知道日本的水蜜桃怎么说吗？就是那个桃太郎的前面的两个字，知道吗？那就是这样子，桃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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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最后一个字就是这个。も、も、も、ラジオおめらい会社ゼマシエよ。はい、行きます。1、2、3、いつよ。1、2、3、1、2、3、じゃん。はいな、おめらい会社つぐだ、注意だでん。よすな、つぐ。跟嘛一样，上面长，下面短。然后呢，吸一样，下去，圆圆的上去。哎，这边是圆的，对不对？这个，这样子，就是摸，摸，摸。はい、那就这样子。我们已经学完了今天的五个字。ま、み、む、め。も、ま、み、む、め、も。这个字已经学完了。然后呢，我们已经到这边学完了35个字了，一起讲看看。あ、い、う、え、お、か、き、く、け、こ、さ、し、す、せ、そ、た、ち、つ、て、と。なにぬねのはひふへほまみむめもじょぜやんずおめんしゅえわんら算数うかつらくわやおじぇんすららほな
考试的时间到了。嗨，这个上次卡出来之后的五个单词介绍给大家，大家试着写看看，不会的话就再看一次影片。OK， ラジオ DT 今。はい、写看看。はい、写好了吗？ラジオディアティ。紙。大家写看看。写好了吗？那就第三题。三个字哦，息子。写看看。写好了吗？那就第四题，第四题就是カメ。大家写看看。OK 吗？那就最后一题，最后一题就是もち。写看看。写好了吗？はい、那就昆布正确答案。はい、DT就是今就是这样写。はい、今的意思就是现在。其实台语很像呢，今嘛，对不对？今。はい、然后第二题的正确答案就是紙。はい。紙就是这样写。紙的意思就是头发。はい。紙。第三题的正确答案。はい。第三题是三个字ですね。息子。就是这样写。这个意思是儿子。息子。OK？ 然后第四题就是カメ。大家会写了吗？这样。カメ。はい。这个的意思就是乌龟。カメ。カメ。OK？然后最后一题是餅就是这样写。餅的意思就是年糕。台语很像，对不对？餅，对不对？はい、就这样子。今天的五个字也学完了，大家辛苦了。已经我们学了35个字了。
真的赞一点点的。然后呢，如果大家喜欢这些影片的话，请大家多多订阅伊库老师的 YouTube。哎，请你多多支持。嗨，那就这样子。今天的五十音的学习结束了，谢谢大家看这个影片，拜拜，拜拜，じゃあね。